那到底什么产品利润获得最多？什么类的产品利润获得最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，到底是什么类的产品获利？所以回到订单，游标落在这里，任何随便一格，然后接下来做枢纽分析，第一点到资料，第二。插入第三枢纽分析表，第四确定各类产品获利，所以我当然就是先勾类别。好，类别我有三种类别，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它的利润？利润打勾。第五勾选类别，第六勾选利润，第七画图。游标落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常用排序大到小，请问一下，这样我们就知道说，办公用品第一，技术用品第二，家具第三，你要加的是这个设计，我刚刚是不是选这个？然后接下来还记得哦，这些改成什么？先分为符号。减少小数位数，好，那以此类推，然后去做简报。